好笨啊！好笨啊！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到就是击剑的这个脚步的练习，因为待会我们最后要上场，要上场对打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脚步稍微学习一下，然后还有就是持剑的练习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来呀！要跑回去，要记得，只能用一只手。定格吗？现在？ 算僵持吧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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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我碰到了，我摸到了，有吗？有碰到，这是你还没过去啊。哎，他屁股先过啊，我知道了。大家可以追过来，因为你过线之前他是可以追过来。我懂意思。对，被碰到是我输了。对对。预备，开始。 动脑的部分，好好玩哦。那下一个部分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到就是击剑的这个脚步的练习，因为待会我们最后要上场对打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脚步稍微学习一下，然后还有就是持剑的练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脚步的练习。脚步 ，OK， 脚步的练习。嗯，哦。所以在我们击剑上面所有的术语都会是讲法文，最重要的一个法文还是要大家要学起来叫 anger。 Anger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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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
对 ，on guard 怎么？就是像任何的动作，任何的动作都会有它的准备姿势是一样，拳击啊、武术各方面准备的姿势意思是一样。好 ，OK， 所以一定要帮我记住这最重要的 on guard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总共会带大家学习五个击剑的脚步动作。好 ，OK， 那我先讲解跟示范一次，那待会我再一一的带大家来学习这个动作。